普尔公司，引领着全球范围内寻求有革新意识、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并彼此良好合作的一种理念风潮。我们志在挖掘更多、更新、更好、更健康的天然保健食品，并倾力奉献给广大中国消费者和中国的孩子们。在我们寻求研发一种既能帮助孩子提高免疫力，同时要美味又富吸引力，而且能保护他们稚嫩牙齿的保健品时，我们有幸找到了 Quantec。 Quantec 位于新西兰的中心位置，经过潜心多年的发掘和研究， Quantec 制造出一种由纯牛乳复合产品，并命名为 IDP。这家技术革新公司曾多次被新西兰报纸和媒体介绍及推荐。John Hutchison explains. In Hamilton, a small company called Quantec has developed a milk extract to fix bad breath and boost immunity. And it's being launched in China this week. We suspect the starting size of the market is about $2 million worth of product for us, which represents a pretty good opportunity for a small to medium-sized company like ours.Quantec's managing director says he still sees plenty of demand in China. I thought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growth in, say, dairy consumption in China, and I think they're still growing in the double-digit percent per annum, and that bodes really well for New Zealand dairy products. 同时 ，Quantec 与普尔携手将 ITP 系列产品引入中国市场的新闻，与屡次被新西兰报纸和媒体刊登及连载。Quantec。在与普尔进行了一系列接触和交涉后，决定将全球第一也是唯一的代理权交予普尔。普尔则致力于将这款质量上乘的牛乳保健产品推广给中国儿童和他们的家庭。IDP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什么？具体的成分又是什么呢？不要惊讶。IDP 的故事要从草开始说起。New Zealand is world-renowned for its beautiful environment. With high sunshine hours located in the South Pacific, everything in New Zealand grows very clean and very green. 只有这些真正意义上的有机原料，才能制造出完全的、高质量的天然保健食品。在新西兰，从水果到蔬菜到红酒到乳制品，无一不是真正的有机食品。Quantec 也以提供将有机原料制作成安全、有效、健康的保健食品的高科技而闻名遐迩。而让 Quantec 倾力奉献高科技的其中一种有机原料就是草。因为新西兰的乳牛几乎全年都使用新西兰牧草，而乳牛最大的功劳就是吃下去的是草，挤出的却是奶。Quantec采用高科技，并从牛乳中提炼出一系列珍贵的蛋白质，而从这些蛋白质中进一步提纯出来的物质就被命名为 IDP。 IDP has been proven to support a person's immune system by providing an immune shield, which is a natural protection from inflammation, bad bacteria and infection. IDP 与普通牛乳保健品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将牛乳中所有珍贵的蛋白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无流失，无重组。 IDP 最值得骄傲的保健功能就在于它能够杀灭大部分种类的有害菌，例如葡萄糖菌，而这是其他单一种类牛乳蛋白保健品所力不能及的。 IDP 的优越性同时体现在它的消炎功效上。 IDP 的消炎能力较单一提纯的乳铁蛋白更为卓越，而 IDP 的核心物质也被普尔应用到一系列产品中，如 IDP 牛乳复合咀嚼片，并研制了草莓和薄荷两种口味，让儿童和成人都能随身携带，随时随地的体验它带来的健康享受。 Quantec 是在汉密尔顿的实验中心研发出 IDP 成分的，而这个实验中心隶属于世界最著名的乳制品制造区。新西兰每年的出口量超过460亿美元，其中120亿是来源于乳制品的出口。如此庞大的出口量让新西兰成为世界五大乳制品出口国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市场上大约33%的份额的乳制品来源于新西兰。
历年来，新西兰因其严格按照健康安全的高标准来制造产品而享誉全球。新西兰也是公认的有能力、有资格引领全球畜牧业和农牧业迈向标准化和国际化的国家。普尔与 Quantec 此次的强强联手，志在将各种 IDP 牛乳复合产品带给广大的中国儿童，让他们度过一个健康且快乐的童年，为未来成长的道路打好坚实的基础。普尔 Quantec， 我们共同的目标，将最好的乳制品领入中国，让我们为了彼此共同的目标而努力。